六种自然疗法去除腋下黑斑、暗沉。坦白说，我们很多人并不满意我们腋下皮肤黑斑、暗沉的样子。这些腋下黑斑是因为我们过多使用体香剂、连续性剃毛和直接晒太阳而产生的。虽然这不是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，但是很讨人厌，毕竟这可能会让我们在穿某些类型的衣服时觉得不自在。问题是，这些斑点不是那么好摆脱，现今有很多化妆品可以帮助我们掩盖这些斑点，不过很遗憾的，它们都很难取得。幸运的是，有一些天然的成分可以除斑，如果我们定期使用，可以帮我们达到类似的效果，而且不会太伤荷包。随着时间进展，这些类型的替代品最近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了。这些不仅容易取得，效果也非常好。在下面的段落中，我们要与你分享其中六个最赞的，好让你在家里试试看。一、马铃薯。马铃薯的天然汁液中含有酸性物质，有美白肌肤的作用。当你使用它时，要去除老废角质会变得更简单。此外，它还促进细胞再生哦。如何使用呢？首先，你必须把马铃薯切成薄片，然后在斑点上搓2到3分钟，让汁液静置20分钟，然后用冷水冲洗，每星期至少重复3次。二、柠檬。柠檬汁是清除黑斑暗沉的疗法中最受欢迎的自制配方之一，它天然美白的特性可去除暗沉，此外其抗菌作用可同时防止腋下出现异味。如何使用呢？将柠檬对切，在黑斑上搓至少2分钟，静置15分钟，然后冲洗前镜。这种方法只有在夜间使用哦，每周至少做3次。三、橘子皮。另一种可以帮助清除黑斑暗沉的柑橘类水果是橘子。说具体一点，有用的部分是橘子皮。提取角质的特性可去除死皮，让该部位的肌肤更柔软也更受保护。如何使用呢？在阳光下晒前一些橘子皮，之后再将它们磨碎，添加一些水或牛奶使其湿润，并结一大圈的方式，在肌肤暗沉的部位轻轻搓揉，静置20分钟，然后用冷水清洗，每周重复3次，在夜间进行。四、椰子油。椰子油中所含的抗氧化剂和维生素 E 对改善腋下肤色非常有用。除了脂肪酸外，再加上这些营养素，可帮助移除老废角质，恢复自然清净的肌肤，且不改变其酸碱值。如何使用呢？取少量有机椰子油，以打圈的方式，在黑斑的部位轻轻搓揉，静置15分钟，然后用中性肥皂和温水洗净，每天重复2次。五、檀香。檀香粉是个美妙的去角质和美白剂，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助我们显著地减少腋下暗沉。少许玫瑰水和檀香的组合，
可变身为软化和抗菌产品，非常适合保护腋下细致的肌肤。材料：檀香粉末2汤匙20克，玫瑰水必备。如何使用呢？混合和檀香粉与玫瑰水，使其形成浓稠的糊，将成品涂在黑板的部位，静置15分钟，再用大量的清水冲洗，每周重复此疗法2-3次。此外，也可阅读这篇告别腋下异味的5种天然除臭剂。6、天然优格。优格中所含的乳酸是一种天然美白剂，会消除腋下肌肤中的杂质，经常使用会有减少斑点的功效。随着使用的时间，它还有助于抑制细菌的生长，由此减低腋下讨人厌的气味。如何使用呢？在腋下擦一些天然优格，并静置20-30分钟。如果你想更有效的话，加入一些海盐，并以打圈的方式轻揉，以去除角质，然后用温水冲洗，每周3次重复此疗法。正如你所见，你可以用100%天然的成分处理你腋下的肌肤，这将帮你远离那些讨人厌的黑斑暗沉，或是入侵腋下的细菌。请记住，这不会一天见效，但持续性的重复使用，就会有很好的效果。